如果今天还有人不想我们留下，我们就要打。危机四伏的卧底行动，他们拿了钱准备走。那帮人那么凶，要暴力的第一个死的就是你。他要捍卫最后的正义。我不会给华生和阿山出头做这种行为。甄子丹、古天乐，疑犯被你打死了。那你抓我。你不要信，他们不会放过阿嫂的。我没选。你怎么会没选择？我不想你们两个出事。导火线，未来电影台强劲出击。